我的心来归向你，主，感谢你再次来开启。主，这时候我们要来宣告，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必不致动摇。主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成为我们的心情，而且必然得胜，我们赞美你。因为你是我们四周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主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礼拜，主，我们虽然有哭泣，有悲伤，主，有不顺的时候，主，但是我们在你今天复活的早晨，主，我们必然可以有欢呼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帮助。主，我们实在是要来称颂你。主，在这样的早晨，主，你复活的主，主，当我们来赞扬你的时候，主，你要再次将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，主，发挥的主，你圣灵的恩膏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做安慰、医治、保护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，因为你了解我的感受。主，特别在今天，我们要做波饼分杯，去纪念你的时候。主，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主，忍受彻骨钉伤的苦痛，主，就是为了我，主，你要买赎我们，成为全新的我。主啊，你一再次恩典，一再次怜悯，主，你的爱是如此的温柔深切，如痴诚爱所，超乎我心所想。主啊，主啊，让我来回应你。主，我们实在是不足。主啊，让我们想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怜悯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有回应。主，这时候巴不得你向我们每一位来说话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愿荣耀来归于我们天上的主。主，愿圣灵在我们这里自由运行，让每一个人在这里聚会的主都得饱足。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，阿门。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，哥林多前书11:23-32，哥林多前书11:23-32，有恩赐感触的很好，我们用轻的方式，我读单数节，弟兄姊妹读双数节，好。这是有关于圣餐的教训。哥林多前书11:23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请。25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要明主的死，直到他来。所以，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饭主的身体了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醒茶，然后吃这饼，喝这杯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、与他病的、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
愿神来特别的开。